请把有请次长，请陈次长。好，次长，时间关系，我就择要问哦。那客套话我就直接跳过去。就法务部哦，为了让我国的整个金融秩序、资本市场的规范跟国际接轨，要去推动修洗钱防治法。那这个我个人跟时代力量全力支持。那我有个很，但是我看完了你们的草案啊，我的困惑非常的多哈。第一个事情呢、是，按照 FATF 它的规范方式啊，就所纳重大犯罪的罪名大概有三种，一个是罪重本刑一年以上，或六个月，然后最轻六个月以上，那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特定类型的犯罪。那我现在看到法务部的条文啊。是最轻本刑，你们定三年以上。不，六个月，现在改了六个月。我们现在你现在东西在哪里？我们是跟委员有讨论过了哈。不是、我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条文现在在哪里？哦，现行的，我们现在提出来是三年以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后来我们在检讨，跟委员。对啊，我现在问你说你最新的条文在哪里？那可能委员要提案的，要提案修正。不是啊，我就跟你讲哦，就是说、你们法务部有立场，这我都赞成啊。是，但是当。大家都在研读你们之前的说帖，研读你们的法案都没看到。今天要审查的时候，你才匆匆忙忙透过委员临时提案的方式提出来，这样子的立法品质，市长你觉得会好吗？这个抱歉，我们可能不是、你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那你前面写的那些报告不是全部都丢到垃圾桶去就好了吗？跟委员抱歉，因为我们之前是因为之前答询的时候呢，我们在做检讨。没有关系啊，等一下法案审的时候哦，好，会花很多时间要一条一条对啦，因为你即使定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你也知道很多财产犯罪在我国最轻本刑是没定的嘛，是都是五年以下嘛，所以你下面列举，那你需要看你是不是有把它举齐嘛，啊，你如果没有举齐，铁定挂一漏万嘛，对，那我就是想说，今天委员会的时候，可能我们要针对很多罪名一条一条来对。这是我为什么去强调说，你们这些东西会前一定要给大家看嘛？那你说啊，没有，我的规范态度变了，那我今天会透过委员临时动议拿出来审，那你不是在开大家玩笑吗？那我前面看了法务部这么多的法案，花了这么多时间，是结果你今天跟我讲说委员那是一场误会，不要再浪费那个时间了。抱歉，抱歉，我们可能这个联系上没有好。第二个哈，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赶着在立法时程哦，希望在年底以前把洗钱防治法过，是希望开始明年的时候要进行第三轮的相互评鉴嘛？是，好，我国哈、现在目前负责主责去准备明后年相互评鉴的单位是哪一个？这个就您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因为其他国家哈。他可能有就洗钱防治，他有专门的单位，有专门的单位是集结了可能法务、可能金融那边的专才，很认真的来做这件工作。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齁，就是说负责接下来2018到2019齁，可能接下来这些评鉴，我国的专责单位是哪一个？还是你们有没有组成一个团队开始准备这件事情？目前是华部主责，但是华部力有未逮，所以我们跟行政院也要报告说要组成专那个联合的那个这作业的小组。你们什么时候跟院方说你们力有未逮？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了，不，你很诚实的跟大家报告吼，说你们力有未逮这件事情，我是肯定啊，因为你如果打肿脸充胖子啊，你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结果等到评鉴结果出来是不好的话。市长，你应该了解哈，如果结论是不好的话，对我国的资本市场，很多金融机构，他们接下来要做生意啊，那个负面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会影响我国整个资本市场跟经济活动的秩序。所以好，万一到时候评鉴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话，那这件事情啊，与其到时候事后去追究责任，不如事先。我们就预防，不要发生这样的状况。来，法务部，你直接讲，你需要什么资源，需要院方什么协助，然后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啊，行政院给你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在104年初曾经向行政院报告过了，现在行政院后来没有下文，要我们自己。你说104年初就是2015年年初，然后你跟行政院报告，然后他们置之不理就对了。他们叫我们自己先行处理，但是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那我们要组成跨部会平台，这个是有，但是呢，因为业务的主政不在华务部，华务部管不了。经管会配合的态度怎么样？经管会他们是有在做了，但是这个积极度的话，恐怕经管会要能够再更加把劲，也积极度不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业界呢，是不是跟经管会的配合度，因为包括电脑系统，包括相关的机制要处理的，这一点我就要请经管会来做处理。配合修法吼，我相信全体的委员为了台湾接下来经济的发展，以及我们的评比在国际上面，其他国家看到我们不管是表面的形象还是实际的内容，乃至于接下来的整个经济活动跟资本市场有可能会造成的冲击，大家都很重视。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很认真的把你们这些条文赶快来排来审，那我相信委员都会支持。但是部长，如果到时候出来评鉴的结果不好，谁要负责？你也不知道，一定是全民买单嘛？对的，对，全民会那个整个负面的冲击一定会全民买单嘛？还次长，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做一个清楚的承诺？你一定会非常积极的跟我们的行政院很清楚的表示，法务部力有未逮，不要把所有的东西压在你们身上，需要什么资源去跟行政院要。是，但是到最后，现在主责的单位既然是法务部，大家最后还是揪。还是会追究法务部的责任，还是会追究法务部的责任吗？是是是是。Okay, 好，谢谢。好，谢谢。